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面相中，位于眼角的痣皆为桃花痣，但痣也还是分好与坏的。若是此痣色泽分明，则说明这是一颗好痣，可以给命主带来不错的桃花运。是。但若是此痣有损或是色泽不一，那就说明此痣会带来桃花劫。而拥有此相的男人不仅着重肉欲，且生性风流，所以很难做到对感情的专一，整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。所以若是遇到此相的男人，需要注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